题，你问吧。你答应我。好，爸爸答应你。你和那个阿姨是什么关系啊？哪个阿姨？就是今天和我说话的那个漂亮的阿姨。她是爸爸以前的同事。怎么了？她是不是你的前女友？爸爸，是不是？我说过，你可以不回答我，但是你不要骗我。我已经听够欺骗了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她是不是你以前的女朋友？爸爸。我不是小孩子了，我什么都懂。是。你们为什么没结婚？傻丫头。